范老师，我最近看韩剧里面的女主角皮肤都好好哦，妆不浓，甜美又有魅力，怎样才可以画得跟她们一样呢？圈圈，我跟你说，韩剧女主角的底妆打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其实适度的加强眼妆、腮红及唇妆，就能衬托出像韩剧女主角般的甜美魅力哦。首先，底妆使用这支 Maybelline 保时光粉红 CC 霜，保湿同时调节肤色，打造出光泽透亮的裸妆感。之后使用清透嫩全效八合一粉饼升级版，针对重点遮瑕，想要小心机的加强脸部轮廓立体感，我舍弃一般珠光打亮蜜粉，改用光透 CC 霜于 T 字部位等处 highlight 加强，更能不着痕迹的加强脸部立体感，并维持肌肤光泽度哦。接下来使用日本热销的春夏新色眼彩盘，使用的是今年春夏最流行的薰衣草粉色系。这款眼彩盘的使用非常简单，完全比照眼睛妆容顺序设计，零误差直觉式画法，照着顺序使用即可完成。在画眼线时，最重要的是眼线的流畅度，所以选择这款 0.01 厘米超级细抗晕眼线液，它非常容易控制，由眼尾三分之二处往外勾勒出上扬眼线。更重要的是要将眼皮翻起来，填满睫毛间的空隙，才能营造出深邃的眼神哦。选择腮红时，皮肤白的人呢，建议使用粉红色系的腮红；那皮肤比较黄的人呢，就建议使用橘色系的腮红来打造好气色。以腮红刷沾取适量的小甜心腮红，由颧骨下方往太阳穴以画圆方式刷上几颗，以唇笔沾取唇膏在唇中央涂满，宽度大约占嘴唇的二分之一即可，再以指腹轻轻的往外推开，就可以打造出韩系妆容中没有唇线的迷人无辜唇哦。只要掌握底妆、眼妆、腮红和唇妆的小技巧，就能拥有韩剧女主角般的甜美魅力妆容哦。